位老家。點啊 ，Jasmine 妹？我好想要條刺繡牛仔褲啊！哦，得嘅，嗱，我就唔識整，不過咧有個專家就識整，我叫佢整條牛記俾你嘆下喎。好，你咧？刺繡牛非 hip hop 達人話誤會曬。哇！刺繡啊！哇，好啦，靓嘢嚟噶，好靓嘢。呢件红色军褛充满住圣诞气氛，内有一件牛仔布拼接背心，呢条刺繡牛仔裤更加系以出年马年做主题添。阿妈田神啊，究竟系咩原因令你想将刺繡放喺牛仔裤度呢？我谂大家打开衣柜都好多牛仔裤或者都系一啲。差不多嘅嘢，如果可以將一啲藝術品可以著得上身嘅，咁會唔會更加好呢？織字布邊係老師傅先做到嘅傳統做法，中性嘅棒球褸女仔都可以輕易 carry 到呢種 sporty look 㗎。牛仔褲嘅 size 一般就比較大，係咪因為要滲入一啲 hip hop 嘅元素呢？當初我覺得即係好幸運啦，咁有一啲美國嘅一啲嘅明星啊，啲人係著我嘅品牌。我諗呢個係市場誤會都好緊要咯。第一樣嘢，我哋其實唔係大 size， 係啲顧客特登買大兩個碼，買大咗個 size。呢件外套就用咗今年 G Hits 嘅虎紋，圖案就由唔同嘅顏色組成，咁有獨特性，難怪價錢會比市面上嘅牛仔褲相對高啲啦。我的想法是说合理的市场价格是比一个不是那么有品质的产品一个低的价格是较为重要的。我要洗一点，哥哥给钱。要给条卡数就真的甘了。唔记得提提你哋，成班潮人争住着嘅 RMC jeans， 你都想买翻条？今晚六点及实圣诞上分享，100张 RMC jeans 500蚊 coupon 等你分，记得登记做 Next Promo 会员先。